不是都看着我干嘛呀？你要分手的，你想搬就搬啊。王浩，你现在跟我道歉的话，我可以不搬。不搬了？等俩点呢。钱我照付。那行。跟你道歉，你做梦。搬。搬哪个？这两个箱子。老公，咱俩一人一个。好。嘿嘿，这个，你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有劲吗？有劲。真要走啊？不然呢？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！嘿呀嘿嘿呀！你唱的对吗？跟我道歉。对不起。有那么难吗？你走吧，啊！你这花我怎么跟你交啊？我给你交啤酒，还给你交可乐呀？交咖啡。那我交拿铁还是交美式啊？焦糖玛奇朵。那我买个糖玛奇朵交呗。谐音梗，又觉得自己幽默了是吧？后悔了吧？幼稚。我自己照顾自己挺好。该吃药了。我这药是一次吃一瓶是吧？有人吃药吃一瓶，哎，干嘛呢？两粒，少触碰我。你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呢？又知道什么了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你手机里这男的谁啊？我关注的搞笑博主。好笑吗？好笑啊。好笑你就别走了，咱俩笑一会儿。玛卡玛卡有病。你要这态度的话我也跟你摊牌了。他走了你搬进来吧，我爱你。谁呀、啊、不是谁什么谁。他走了你搬进来吧，我爱你。王浩你是真有病啊。再见。还我。还你什么？你那鞋，鞋我买的啊，还我。鞋你给我买的，这就是我的了。分手了算清楚。你看见他你能忘了我吗？我还你算账是吧？对呀、啊、那你把我给你买的东西你也还给我。凭什么呀？我又不想忘了你。哇那你跟我道歉，我可以留下。不可能。还我。还你。再拖鞋都是我买的。给你。袜子也是我买的。给你。衣服也是我买的。给你。裤子也是我买的。给。裤子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屋就咱俩。你不感觉总有人在看着我们吗？我没感觉有人看着我们呀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想问问你俩搬不搬。搬。快点。什么？行行行，衣服不分了，鞋还你。谢谢。来，把那个家具分一分，一人一半。我不要了。你不要了你用什么呀？我去京东居家上买呀，好看又便宜，比你靠谱多了。那你不废话吗？京东居家那可是大品牌，值得信。干嘛呀？没分完呢，分这个，哎，分水果，一人一半。幼稚啊，王浩，太幼稚了呀！一个苹果，两个梨，还有这橙汁，分不完你不能走。我分完了，我能走了吗？能啊，没有水果刀。哼，这咱俩一人一个不就完了吗？再见。有人。门口哪全没人。
不行，今天人太多了，太危险了，改天再走。你不让我不行，干什么呀你？后悔了，王浩，你就是后悔了。现在跟我道歉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哪个行为让你看出来我后悔了？来，把箱子给我。什么箱子？我箱子。什么箱子？你混账！你没见过呀？你过我！来，再来，来！想过我，积极一点，球场上的硬汉。眼花缭乱了吧？干嘛呀？怎么了？犯规了，球给我。你干！差不多得了。你走吧。我走了。又怎么？又撞哪儿了吗？怎么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是谁呀？哎呀，看见你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。失忆了是吧，王浩？哦，我叫王浩是吧？看见你太亲切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是谁呀？太危险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你别闹了。你先跟我闹的。我走了。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我是你的上司9527，我出警了。一路平安，再见。对不起。你现在起来，王浩，你快！教练，我想打篮球。我三井寿这辈子。萨卡那里。玩我！那啥？还玩？让你到底现在能死吗？你能死？我都这样了，还怎么着啊？我就让你说一句，你错了。你错了。哎呀，别闹了。我错了。我错了。王浩，王浩，王浩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你回来了。我给你去拿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你们两口子就别看了，帮我找找啊。哎呀，看不见我吗，王浩？你干嘛去了？我找箱子去了。你干嘛去了？我找你去了。找我干嘛？对不起，等会儿，你是你吗？我是我呀。